叶队长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希望您的配合。还有，我需要您的 ID 卡，我们暂时替您保管。请吧，叶队。哎，等等，能不能让我的队员先上场？比赛一结束，我就陪他一起去联盟接受调查。 这是我们新星第一次进挑战赛，可能有很多的流程我们都不太熟悉，但都是我经手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跟你去总部。对于电竞选手来说，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。对于联盟来说，真相和公平更为重要。请吧，叶队。 我会尽快回来的，大卫，我不在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哎，队长，我们等你。